用撑着伞，排队队伍好长。不过南苑28号试营运前一天大放送，云嘉南4县市民众1000个免费参观名额，蛮开心的，最后两张。拿到真的好开心，因为想进去可不容易。这1000张参观券只给云嘉南4县市民众，凭身份证领取，每人限领2张。而且开馆后，民众想参观，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，只能网络预约。目前到1月底已经全数额满。这位先生从台中来，排是排到了，但不是当地人，有够闷。你讲爱嘉义人才会使，云嘉南，没有，啊，我台中隔壁尔，嘛袂使，不应该分那些有的。排队排这么久领不到，气得大骂。大家急着想参观，只是看看现场。故宫南苑试营运前最后一天，院区外围光秃秃，工人分秒必争，赶着完工。总共明仔来个北京，啊边啊囤了饼哦。看看前一天吊机还在处理，故宫南苑主体建筑墙面、楼梯部分还在补涂整修，大厅里摆满机具，地板上还有施工痕迹，墙壁油漆没有完工，甚至大理石地板都还有龟裂痕迹。这样真的赶得上开幕吗？不可能讲开幕预备拢装好啊！我看这小小包粉死人的啊！哎，品质敢会好啊？较早伊好未？无奈的包商说，太多工程。没有做完，只能做到哪算到哪。等了13年，故宫南苑距离试营运只剩一小步。这样的赶工进度，试营运当天能完成到什么模样？大家都好期待，也好怕受伤害。记者侯国文报道。